从黄乃昌说起。在1901年3月16日，黄乃昌赶组率领1118名垦民，分别分三批来到狮吴，然后他们抵达后，沿着狮吴喇烂江居住，并且与务农垦荒新天地。同样的，西马的石兆荣在刘义美牧师及林成美牧师在中国各县积极召集下，共有500多名垦民响应，并分两批出发，最终共有363名垦民分别在9月9日及9月15日抵达石兆荣。位于霹雳州石兆荣的卫理公会看到狮乌垦殖场的成功之后，决定效仿，于是与英殖民地霹雳州政府签署了开垦石兆荣荒地协议书，并在中国福州招募垦民。垦民抵达石兆荣以后，就被安置在甘文阁，以此地作为开荒的起点。零七年我就太公了，以前的中国带来的带了连300多个的中国人来这边，他再来这边以前的这边大全部是在这个野树了什么很多，把他们来这边砍掉了，砍掉的种树胶了，把以前的树胶取掉了，他们就种树胶了，把种田也要去种，把屋子建起来了，把大家都来，很多人来这边工作了。垦民就是我们说这个是来到这里一起垦殖这个事业的了，然后就带着一帮的人在这个地方一起来垦荒呐，一起垦荒，所以他们来到这个居所的时候，慢慢就被分了，分地他们就开始种植，啊，本来我们这边目标是要种稻米的，就是后来这里的地呀，不是低洼，水呢不适合，后来才改制种橡胶。马来西亚沙拉越狮乌被称为新福州，而霹雳石兆荣则被称为小福州。福州十邑是指过去旧制福州府所管辖的10个县。马来西亚福州人的原乡哈，来自中国福建福州，福建省福州了哈。其实福州人本身又分为十邑，那就是闽清、古田、平南、福清、罗营、连江、平塘、闽侯、长乐及元泰。主要来到这里的呢，有3种的福州的十邑当中的第3个呢，一个就是闽侯。闽侯呢是很靠近福州 ，OK， 然后还有一个是福清的 ，OK， 福清，然后这个就是另外一个古田，就是在教会里面的规划，那么跟当时候教会的这些啊，我们说也是有西教士在当时候有西教士，然后他跟政府的那边的协议，那么就规划好，从这规划开始，人数越来越多，这边地已经不够开发了。那么就慢慢就开发，我们有一个路叫做新路，我们新路就是新，对他们的什么叫新路呢？就是本来他们住在这个地方的嘛，现在他们要开始新的一个先地天地了，所以他们叫新路，从那个新路一直开，那么我们称也可以新路也可以称第一条路，然后再下去，今天还有一个二条路，假如你知道的话啊，那个就二条路。再走下去各里市就是3条路，就是慢慢开设下去3条路，然后再下去有4条路、5条路，其实有6条路、7条路，就是现在爱达瓦，所以就这样子一直开发城市，这个城镇呢是越来越扩大去了。现今在霹雳石兆荣福州古田人的后代大多数居住在7条路，也就是爱大华。闽后人的后代多数住在甘文阁，以前也被称为十字路。
福清扬则居住着多数福清人的后代。我觉得在华人的中间不多，两八千吧，他不太多，因为主要我们的福州人在西马嘛，或者在东马西马哦，我们主要是台湾西马，主要是台湾较远，还有呢在这个雪邦啊松爱比类的地方，还有永平一些。那么在东马的话主要四五啊四五的地方啊，那主要以福州人为主啊，因为四五跟我们较远的垦荒的历史也差不多接近的。因为现在我们因为在国家的统计 statistic 里面现在很少帮忙做这样统计的，所以很难找到一个正确的数据啊，除非要直下去探索啊。过去的时候呢，七十年代我们可以达到一些统计，那么那时候政府问的时候问你什么方言，它有公布出来的以前，但是这二三十年好像都没有这样的数据了啊，主要以华人没有以籍贯来做这一个规划的一个一个的数据统计了。福州人的南洋移民史是由当时的牧师一手促成的，因为当时在清朝的管制下，他们无法享有宗教自由，为了能自由信奉上帝，他们便计划移民，所以基督教也在这个地方与他们的生活同步发展。因为我们那时候去招募，因为是教会的单位去招募啊，所以呢就是他们想招募基督徒啊，就招募基督徒，就在教会里面去招募，所以有些几乎都是基督徒他们来到这里啊，所以当时有一些很想来的时候，所以他们可能也自称说是基督徒啊，但是这个呢是没有文献的一个support，只是一个流传。华人先贤下南洋的过程都有异曲同工之妙，没有先贤所流的血和泪，就没有如今安居乐业的我们。当初他们离乡背井漂洋过海，为的就是让后代过上更好的生活。如今我们在这片土地上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，也应该谨记前人所做出的努力。前线视窗采访报道。